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计算这两题。我们看第一题，约分5/3/15，2×2=8。哇，这个的话，是等于根号3/2，再加有理化，上下乘以根号3，3/2根号3。再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、哦。除以这个就等于乘以它的导数，这个可以约分啊，3×5=15哈，3×7=21，所以是根号5除以3，乘以它的导数，就是那个7%啊，这可以约分，所以是根号3/7。那我给它分母有理化。上下乘以根号3，这3/根号，根号3×7就等于根号21，所以答案是3/根号21。